好，我叫杨宗盛，今年11岁，来自厦门市盐湖小学。我叫林锦瑜，来自厦门市音乐学校4年6班。我叫李文乐，今年10岁了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。舞蹈方面，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个动作？他们需要卡点，然后开始表演。我非常喜欢这首歌，它非常的喜庆，感觉就是一放出来就感觉啊，过年啦！恭喜恭喜发财，红包红包回来。